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UP 主的频道。那么呢，今天呢是2020年5月10号，给大家看一下本周的QQ 农场的活动。那么呢，我是从去年回归的，已经沉迷了大半年了吧，比较怀旧啊，这是童年的回忆，对吧？那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精彩活动。第一个，农场欢乐季，本周的话是勤劳小蜜蜂5月10号，也就是今天呢，当日收取的蜂蜜呢可以获得额外的蜂蜜哦，就是加倍的收成。那么呢，我之前是已经优先升级的这个蜂巢已经升到满级了，那么呢，剩下的就是需要把这些小蜜蜂啊升到7级以上，因为7级的话它是有一个蜂蜜增产概率10%，所以说剩下最后2个我还得把它升到7级。OK，那么呢，接下来的活动呢是这个哦，这不是活动，这是环状礼包，每天都可以获得的环状礼包。那么呢，这边鲜黄顶酱啊，这个是要用那个。这个是氪金的，需要令牌，的令旗使用，然后抽奖。令旗呢需要用金钻兑换，金钻需要氪金。可以获得这些角色，哎，获得角色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拿去那个魔法池用了。接下来这个是激活法阵啊，活动时间5月7号到5月14号，然后呢每天都可以使用明月，然后呢给你们看一下兑换，我现在已经有22个了，等我达到168个了之后可以兑换。10888的点券，还有58万的金币，还有一些三色精华、令旗啊什么的。OK，接下来的是这个金钻月卡，哦，这个是氪金的，就不用看了。现魔大作战，第一件攻击，哎，我先领取一下，领取成功。OK，点券288，可能伤害，速度总值。我还有几个体力啊，没了。个人伤害乘以一，伤害这么低的吗？这个是要所有人合作的，就是与魔王的战斗进度全体玩家共享，需要全体玩家合力击败。仙魔商店用功勋来兑换，我现在功勋16个。这边呢还有许愿树，许愿树的话，我现在是4级许愿树。等它升满了之后，还可以再解锁一个许愿栏位，就是我现在只有2颗星星，在下一个升级的话，这里就可以解锁了。然后这边是魔法池，魔法池我并没有怎么玩，不过呢，之前的活动我免费获得了一个这个流旋，好久没有升级了，到时候再说吧。然后这个开垦需要3级魔法池，升到3级。哎，我好像够条件了，战力达到了，红元素碎片也够了，点券也够了。我之前有很多点券的，不过呢，昨天的话我花了好多点券，把这个路边小摊的这个升级了一下，然后所以说点券马上就没了，现在只剩7万多了。路边小摊的话最赚的就是这个月宴还有这个楼子千红了。如果我这2个够多的话，我就可以全部上架，然后就可以赚大大笔的奖励了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加工坊，加工坊的话我也没有怎么玩啊，因为之前花的时间都在这个蜂巢上面，然后呢后来呢就转为升级这个土地了，然后呢接下来重点发展的就是这个路边小摊还有这个土地。那接下来这是 VIP 土地，VIP 土地有点蛋疼了，就是花园。我之前搞砸了，你可以看到，现在买一个名人藤需要500币点，那么呢，我现在只有300多，所以说我买不了这个种子，也种不了，所以说这个 VIP 土地的话就直接废掉了，我只能种普通的种子了，没办法种 VIP 的那种名人藤，有点尴尬。接下来这个是运输机，运输机的话，我之前也花了很多时间升级这个运输机，然后等这个土地啊都去这个红土地变成黑土地之后呢。再重点发展一下这个运输机吧，运输机给的奖励还是挺多的，真的。然后等级越高，奖励越多。然后接下来是深海探险，深海探险，哦，他们都去探险了。我之前误升了一下，就是我应该把它这个深度升到14，因为呀，这个第二个区域嘛，它最大深度14才能拿到所有的奖励，才能挖到所有的深度14才能挖到自然流，说太尴尬了。我这边呢，你看，12、12、13，哇，哎，可以重置了呀！我把这个重置一下，
从之后改成金块钱消失，确定重置吗？我看一下等级哦，都是七级。OK，重置一下。然后重置了之后，把这个潜水深度改到14。Oh no，变成15了。哦，没有什么关系。然后就这样吧。我今天早上刚买了这个改装金块，所以说才得重置。接下来这个是鱼塘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正如我左边的这个牧场，我也很久没有玩了。这个是青狼红狼超级守卫，登录剑灵正版授权页游，剑灵红门崛起即可获得这个角色，就可以用在魔法池里面。这个 VIP 呢，是我去年回归的时候办的一个年费的 VIP，因为比较怀旧嘛，所以说支持一下，还可以获得2个黄金手套，每日签到，连续签到，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。就比如说签到2天给了80万的金币，还有8000的点券。接下来这个是农场2.0的界面了，你可以换到1.0，1.0的话在这里切换到1.0，那你可以看到这些非常，你可以看到这些非常熟悉的界面，对不对？很传统的，1.0的东西会多一些。你在1.0这里可以看到好多装饰啊，可以买来加经验值，可以刷经验，还可以提高那个评估的分值。然后买完之后再回去2.0，营养液这边的话可以完成一些挑战，就可以领取营养液。农场评级2级啊，省级2等试验田，回馈消费回馈消费 Q 点，可以获得很多东西。种子精华的话我也没有怎么玩啊，不过呢它倒是可以赚点点券，可以卖掉换取64000的点券。土地升级。啊，现在升级贵很多啊！你可以看到我这个黑土地升一次呢需要620万，然后升金土地的话，它6个小时后才恢复原价，之前是420万，现在变成880万了。资金的话就很简单了，花点券升级啊。我昨天闲着没事呢，把这个第一块的土地呢升级为黑金了，就是直接这么一步一步啊，就变为黑金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哦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